先进去吧，兄弟，把霸王和虞姬带到了我的演唱会。这也是我觉得 MPOP 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希望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我们国家自己的东西，跟你们都会唱感谢的歌了，对吧？都挺厉害的，文学基础都非常扎实，这也督促着我多去看看书，多学习。你们知道吗？虽然这艘船啊，还是有一点破旧了。还有三次。哎，好。对啊，那你要等一下，我不会有事。这衣服很闪啊！为什么要穿这衣服呢？我要为了证明我不热。你们从表面上面是看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来深圳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菠萝油。然后呢？你们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吃的吗？说我是肯定听不见的啊，但我啊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沙拉。好，感谢到你们的热情了，但是我真的一个也没听到，这个问题算我弄错了啊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是这样，我呢有一首歌是因为一道菜写出来的。可能搞错，不知道是哪首歌吧。这样我就给大家表演一首，所有的灵感来源于一道湖南菜的歌曲。好，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没有准备好。不是，我的伙伴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就要开始，让你们领略一下长沙味。